姐妹，我们好久没有在彼此家过夜了。哎，你们觉得这脑子怎样？喂，你会在直播问这种问题吗？啊，无关，关了。正好啊，就这样啊，酷酷的，我同意。那他那个朋友红宇呢？你觉得怎样？就这样啊，还能怎样？你是不是对他有兴趣啊？你干嘛？难道你们不觉得他们很帅吗？你看，正好已经是校草了，现在又来谈那么帅的一个朋友，我们学校太有眼福了吗？子晴啊，你是不是对他们其中一个有兴趣啊？ No no no， 重要的是他们对谁有兴趣，对吧，泽儿？你别闹了啦，我对男生没有兴趣，我现在只想好好读书。对啊，我连练舞的时间都没有，还谈什么恋爱啊？你们不承认对吧？别后悔啊。我告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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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告我讲本名嘞。You say 本名or 戏名不伤的戏吗？子晴 and 子琪。用抬头看一下子晴。我看不懂 ，Sorry。View 。